克里文五日被证实离世太突然的噩耗是让大家至今都无法相信，而他一度传出行踪不明的富商老公终于在稍早出面发声。虽然两人近年来婚变消息频传，但在讣文里他仍称李文是挚爱的妻子。他和李文的两位姐姐一同发出讣告，表示万分悲痛和不舍。 Coco 是一位内外美丽兼具、温暖和善良的人，他所触动的许多生命将深深的怀念他，他的影响力和光芒将永远持续下去。至于葬礼细节仍在讨论中，日后会再公布。其实李文的老公过去曾多次被曝出轨，导致他在婚姻里面备受煎熬。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，有李文的好友就不舍透露，原本他们要在7月正式办离婚手续，但因为李文真的太爱了，爱到疯狂，最后连离婚手续都没做完就离开，让他哀痛表示，这么坚强的人无论身体多痛他都能熬，就这个熬不过去让人心疼不已。希望他现在到了新的世界，已经没有病痛也没有忧愁。